NG 的 NG 是哪部剧啊？哎，对啊，其实我们开心最好笑的就是 NG 的地方，对，因为是 NG 的地方比较多。我现在偷拍了。对，我觉得很好啊，你干嘛？这个是放在 NG 集里面的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在这凤凰花开，离歌清唱之际，是离情依依的时候。我们的人生即将展开新的旅程，也是新的开始。我们也即将画下不朽的章节，不朽的哦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也想告诉大家，认识大家，是我们一生永不悔的之旅，也是一次最美的感受。不是有个感受，我觉得。我忘记讲了，我有保佑忘记讲了啦。等一下我们。